这个是室友买的宝瓶。月亮不睡也不睡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哭泣。请求不要马上，因为所以你这风不大是不是？六臂珍宝护住，嗯，帮我，帮我，哈，你摸一下，它是有宝石镶在上面的。这个超重的，这个就看久了就是有种 3D 的感觉。这给我卖吗？哎，天哪，好立体哦！这多少钱 ？My God！ 这个是室友买的宝瓶，听说是要供奉龙王的，因为我们家附近有一条河，要去供奉它。月亮不睡也不睡，当一道船沉入海底，当一个人成了你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哭泣。垃圾车来收垃圾了，就是小区的垃圾车房，晚上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水果摊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小路呢，是我觉得这个小区最特别的地方，它在我们大门口，大门过来的左边，小区大门口过来左边，这个是有一栋，然后它这边居然是一个门，感觉是什么什么游乐园的入口。它其实下面就是停车场，然后这整个是一个假山，假山，然后这边就是用竹篱笆围成的这个树荫，然后那边是一个湖，这边是大门。天亮了，我已经累成这样子了。前两天救了一只猫，然后叫我们小区的木监。啊，眼睛干掉。阿水的是吧 ？Evan， 我知道这个人，但我没打过。上，因为没有办法进口嘛，台湾这边技术。小心上次我还碰到你，他这样怎么样？这个就是请求，好，妇科第二名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不要马上，就做。朋友家太多的佛牌，直接把它放在外面了。所以你们这边风不大，是不是？这个因为是有这个墙挡在，这个风它刮在，然后特别是它这后面都是贴金箔的，这是贴金箔的，所以它会反光，然后这金箔会反光，然后这上面这些东西都是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？都是宝石，真正的宝石，碧玺，你们仔细看，就是这是马哈嘎拉，白马哈嘎拉，就是六臂珍宝护主，旁边这四个就是天女啊。
帮忙搬财宝、啊、然后你看他手上拿的是摩尼宝、啊、然后这幅画特别是他这后面都是贴金箔的，这是贴金箔的，所以它会反光，然后这金箔会反光、嗯、然后这上面这些东西都是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都是宝石、嗯、真正的宝石碧玺，你们仔细看啊，这是镶宝石的，它这些东西都是立体的，你摸一下，摸一下，它是有宝石镶在上面的，这是立体的，因为宝石镶在上面了。哇，好美哦！这一幅卖多少？它也是西藏的。不像宝石，好美哦。它其实这样拍就很漂亮，感觉像我上滤镜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就是比较精致有宝石感的。怎么样的一个沉淀的效果？财宝天王，上臂财神，白六臂珍宝护主，白六臂珍宝护主，哇，这个超重的。这个是这样子的，我发现它凸出来。嗯，哟、哦，真的耶！就看久了，就是有种3D 的感觉。你讲对了。酷、哦，这个有卖吗？这个到时候展会卖吗？这不卖。你知道这个值多少钱吗？哎，天哪，好立体哦！嗯，这多少钱？这个值50万。My God！ 难怪这么沉甸甸。而且这个是就是像你讲的，你外面也找不到哦，可遇不可求。嗯，哦，我应该这样讲哦，可遇不可求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上面的那个，这个我拿给你看好了，因为这个是镶好的，我有没有镶的，你懂吧？
好精致。这一尊是什么？独雄大威德。独雄大威德。哇，这个超重的，它这个是这样子的。看一下我生日那天有什么。六月十二，小区里的喷泉。Check it.